位于奥运公园的中国科技馆新馆，耗资10亿人民币才建造而成，占地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尺，非常有可看性，更是原来中国科技馆面积的5倍。最特别的是，神舟飞船将在新馆太空展厅展出。除了太空展厅，还有医学、海洋展厅。医学展厅有 SARS 禽流感病毒模型和医疗进展。海洋展厅有模拟海洋生态的水族馆。在儿童的科学乐园里，小朋友还能利用科技体验飞翔乐趣和看机器人表演。这里有 4D 特效剧院和可看天象表演的球幕影院等最新科技。